欢迎啊，欢迎大家伙来到直播间啊，兄弟们啊，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，来，晚上好。哎呀，晚上都不愿意播了，兄弟们，我都不想播了，拍不出来段子。哎呀，现在真不愿意播了。哎，也不知道跟大伙播啥，一天天的拍不出来段子，也没有什么新奇的游戏，也没有新段子。哎呀，闹死我了。啊，我现在感觉啊。播的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兄弟们啊！哎呀，哎，每天都等你了，播的一点意义没有。哎，我就感觉每天这个段子，就跟每天需要做作业一样，兄弟们知道吧？哎，每天这个作业呀都交不上，兄弟们，这个作业交不上啊！哎呀，我就闹心呢。真闹心呐！你真不懂，兄弟们，你们真不明白这个感情，这个心情啊。总感觉我一天天可有才了，其实我一点才华都没有。那最近重点整治小迷糊，每天就想看三元甲。欢迎大家伙啊，没有段的直播也爱看。哎呀，段子是这个精髓啊，兄弟们啊，段子是那个血，段子是血呀，兄弟们啊，没有血液，兄弟们，没有血液的话是会啊，那等于废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啊，创作源于生活。老爷石板大米没有，兄弟们，石板大米咱家没有啊。我都不愿意播了。今天晚上我拿着手机，兄弟们，啊，拿着手机想跟大家伙说三，我想说，兄弟们，咱今晚不播了，啊，我想说来着，哎，结果我一寻思啊，大家伙天天晚上等我，哎呀，我这离离拉拉，我要再不直播的话，以后更没人愿意看我直播了，兄弟们，啊，更没人愿意看我直播了，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老铁们。天天这么晚，哎呀，我就感觉我好像有那个拖延症似的，兄弟们，我感觉我现在好像有那个拖延症似的，兄弟们，你们知道什么叫拖延症吗？啊，就是白天的，兄弟们啊，就是脑瓜一片空白。白天的时候，我跟着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，脑瓜一片空白呀，就脑瓜里像浆糊一样，兄弟们，啥段都想不起来。一到晚上的时候，兄弟们。一到晚上的时候就有想法啊，一到晚上就有想法啊，然后呢临时决定拍不出来，智商下降了，我感觉也是。兄弟们，我感觉这是不是跟那个熬夜有关系啊？啊，感谢七秒记忆的鱼啊，我现在是不是有点那个七秒钟记忆呀？啊，我好像有点那个七秒钟记忆了，像那个七秒钟记忆的鱼一样，咱们一模一样。我感觉有点记忆力减退呀，智商不够用了，兄弟们，夜间创作型，熬夜就下降了，和熬夜有关系。哎呀，我感觉脑瓜一片空白呀，现在呀，一点想法没有呢，兄弟们，我感觉啊，难道我的快手生涯到了那个低谷期，兄弟们啊，到了个低谷期，开播多久了？刚进来，刚开播，兄弟们，总熬夜对身体不好。啊，有时候我就想啊，兄弟们啊，以后咱家晚上不直播了，咱就中午直播一场，以后晚上不直播了。啊，瓶颈期，哎呀，这瓶颈期已经过了很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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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了。啊，小明啊。跟老爷熬夜熬的不行了，哎呀，都跟着我熬夜，狗狗也跟我熬夜，大家伙也跟着我熬夜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你看见老四，兄弟们，你看见老四，四哥呀，你干哈呢，四哥呀，老四啊，我的妈呀，我四哥呀。你愿意跟老爷在一块玩啊？
四哥，你看着老爷你就犯困呢，四哥啊，你是真困呢，还是真困呢，还是真困呢，老四啊，你是故意犯困吗，四哥？感谢倩倩姐姐啊，四哥呀，老爷不行给你脚秃的吧，四哥，不行老爷给你脚秃的吧，让你跟你媳妇儿你们两个同命相连呢，四哥呀，行不行啊，四哥？老爷拿推子给你剪一下子啊，兄弟们，你说给老四脚秃的行不行？兄弟们，小牛怪来，你说给老四脚秃的行不行啊，兄弟们啊？我要找，行啊，给我四哥剪一下子啊，狠狠心，兄弟们，狠狠心给我四哥剪一下子，找找那个剃须刀，我找找我那个什么。啊，找找那个刀，找找那个，理理，给我四哥理理发，给我四哥理理发啊！老四脚上秃子是什么感觉呢？我四哥脚上秃，四哥来，四哥来，四哥，哎，老四过来了啊！老要给你脚上秃子，看给我四哥脚上秃子是什么感觉？哎。四哥那个理发神器呢，四哥啊，那个理发神器呢啊，哎，老爷不正常了吗？怎么给四哥也剪呢？老四啊，不许叫，不叫，兄弟们啊！我看我四哥啥反应，老兄们，我看我四哥啥反应啊！三进去，三进笼子，三进笼子，来进笼子去。哎，看我四哥反应啊！再见啊！老四出来，四哥来，四哥出来，老四来，老四出来，老四来，好，石头出来，来，石头出来，石头出来啊！好，好啊！小明进，小明进来，小明来，小明上这里来，小明来，进去，小明，小明进，小明，你进去，你们脚秃子呀你？好了，看我四哥啊，为啥剪呀？为啥剪？他毛也没问题，兄弟们，脚秃的不是凉快吗？老铁们，你发现大家伙总想问个为什么，大家伙总想问个为什么啊？剪秃的不是凉快吗？四哥坐好了，四哥来，四哥呀，老四，你看看小石榴，四哥呀，那问问你啊，来问问你啊，四哥啊，来给自己剪吧。四哥呀，你看小石榴啊，老四剪头好不好看，老四给石榴剪头好不好看，好看，四哥好不好看啊，好不好看，老四，老四啊，老爷给你剪一个吧，行不行，滋，老四想不想剪，老爷给你剪一个，老四来，来来来，给你讲啊，好，四哥讲完了，你也成了个和尚了，四哥啊，你们俩一个尼姑一个和尚，四哥好不好，我再给他推一推，四哥我再给他推一推，行不行，我再给他搅搅，行不行，四哥再给他搅搅，行不行，老四，我再给他修一修，老四，行不行，老四怎么无动于衷呢？啊！我四哥怕了，别动我四哥。我四哥现在怎么无动于衷呢？四哥，啊！啊，老四你怎么无动于衷？我给你儿子找一个吧，行不行？老四，
这么的，行吗？啊，我问老四一下子啊，看我家四哥行吗？他想给谁搅？看我四哥想给谁搅啊？老爷闲的，哎呀，行吗？不是玩吗？我干啥不闲，兄弟们？我干啥不闲？我感觉我干啥都闲，兄弟们，还闲，干啥我都闲。小石头过来，行，我再给你们问问老四啊，你们信不信，兄弟们？你们信不信？老四想给小迷糊搅秃子，你信不信，兄弟们？啊，我让小迷糊，兄弟们，我让咱家老四挨着小迷糊小石榴啊。但是兄弟们，我跟你说啊，老四指定是想给小迷糊搅秃子啊。好了啊。老四指定是想给小迷糊搅秃子啊！小迷糊，你坐好了，小迷糊啊！那老四哥，啊，石榴坐中间，石榴啊，好，啊，老四啊，老爷问问你啊，我现在呀，老四，你想给谁搅秃子？四哥，你想给谁搅秃子？四哥，给谁剪？四哥，我，四哥，我只剪一次，老四，四哥，我只剪一次，你说给谁剪？老四。给谁剪，老四？选一个，这个给谁剪？给他呀？那你咋不给小石榴剪呢？啊？为啥不给他剪呢？老四，你重新选，四哥，你重新选，啊？老四，你给谁剪？四哥，给谁剪呢？啊？给石榴啊？你到底给谁，老四？到底给谁？四哥，你到底给谁剪呢？啊？给小迷糊剪呢？那我给他剪了啊！给小迷糊剪秃秃了啊！给小迷糊剪秃秃了啊！秃秃，小迷糊，你也剪秃秃吗？我跟你说，他们几个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说啥，兄弟们啊！小老四其实脑瓜里一片懵逼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。老四其实头脑里一片空白啊，兄弟们，他都不知道我在说啥啊。但是兄弟们，但是老四应该明白，他应该知道我拿这个推子是啥意思，知道吧？他肯定知道我是给狗狗，我是给他们剪头发的。但是呢，老四兄弟们，老四迷糊归迷糊，但是呢，老四绝对跟小石榴没有仇，知道吧？他绝对跟小迷糊有仇，兄弟们。啊，他绝对跟小迷糊有仇，他想搅小迷糊，不想搅小石榴了。他明白这个，他不知道什么是秃子，他不知道好看不好看，兄弟们知道吧？啊，俺家老四啊，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啊！哎，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再让老四剪的话，老四还是想给小石头剪，还是想给小迷糊剪，霸道总裁和小娇妻啊！小迷糊这么点，小迷糊来，啊，你看着啊，老四，给谁剪？四哥，给谁剪？啊？谁？老四只能摸一次，老四不对，摸一次，四哥一步到位，老四给谁剪？老四给谁剪？四哥，那行吧，我给他剪了啊，滋，他不懂，哎呀，你打小石头看看，老四帮不帮？老四指定帮，兄弟们，老四指定帮啊！那小石头剪完毛的确是不好看，兄弟们，他剪完这个毛的确是不好看了啊！来，他指定帮，兄弟们，老四不让打，你看好了，兄弟们啊！哎，兄弟们，你们感觉我好看还是俺家小石头好看？兄弟们，你们说说，小明起来，你起来，小明，老四坐这儿，小石头坐这儿吧，啊！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是我好看还是小石头好看？啊？老四啊，来问问你四哥啊，老四。
我跟小石头我俩啊，俺们两个，老师，俺俩谁好看？老师，老师，谁好看？老师，俺俩，四哥呀，四哥，哎呀，我跟小石头谁好看？老师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四哥，这是小石榴，四哥，你瞅瞅，四哥，啊，这是小石榴啊，这是老爷啊，老师谁好看？老师谁好看？四哥。哦，我好看呢，那行吧，那行啊，兄弟们啊，我在小迷糊坐中间啊，兄弟们啊，我在小迷糊坐中间啊，小迷糊坐着啊，老师看好了吗？这是小迷糊，这是老爷，老师，我跟小迷糊的谁好看？老师，我跟小迷糊的谁好看？老师，谁好看？老师，谁好看呢？还是老爷好看呢，那亲一个吧。老师亲一个，他不想跟我亲，老师不想跟我亲，这胡子好和小明一样。来，小明起来吧，小明花，现在我只留小石头自己啊。小明撤场，小石头来啊，小明你份儿了，你起来，小石头来啊，小你起来，你看你咋这么犟呢？你好了，咋不能过来了，小石头啊，小迷糊啊啊！其实老四，兄弟们，你们仔细看好了，老四是不知道怎么选，他这样的左右为难，老四是左右为难啊！老四，老爷和小迷糊，哎，老四你坐这儿，四哥啊，四哥，老爷和小石头，我们两个。老师，我们两个，这是小石榴啊，我们两个，你喜欢谁？老师，你喜欢谁？四哥，你怎么就跟那个木鱼似的呢？老师啊，啊，我发现怎么就跟那个木头似的呢？老师啊，啊，四哥呀。老师，我跟小石榴，我俩谁好看？你喜欢谁？老四，你喜欢谁？老师，不，你怎么就跟那个木头似的呢？老师啊，老师，这么的，老爷问你一下子啊，如果让我俩同时亲你一口的话，老师你亲谁？四哥。如果要亲你一口，你亲谁？老师，你亲谁？老师啊，我俩同时亲你一口，你亲谁？老师，你亲谁？四哥，你亲谁？老师，你重新选呗，老师来重新选。老师，你亲谁？老师，你亲谁？老师，四哥，你亲谁？老师，你亲谁？亲老爷啊，那老爷亲一个吧，老师来。你看你说话也不算数，老师，老爷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老师你亲谁？老师，老师，四哥，真他妈跟木头似的，真的我真服了你，你是不是木头吧，老师啊？啊，亲谁呀、啊，老师？亲谁？你是不是疯了呀，老师？你就这么烦我呀，四哥呀，啊，你就这么烦我呀，那小石头长这么磕碜啊，老师，那长这么磕碜你还亲他，那亲他一口吧，老师，我看亲不亲，你亲他一口吧，石头你亲不亲，石头亲不亲，老师你亲不亲，老师，你亲不亲石榴？你亲他一口石榴来，老师亲不亲？老师，啊，
哎呀，你就跟那个木头似的，老师，你跟那个木头啊没啥区别似的。哎呀，老师，你就跟那个木头没啥区别啊。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。大家伙有需要宠用品的啊，咱们家下方小购物要宠用品，兄弟们，咱家宠用品可以说，兄弟们可以说啊，在别人家啊，兄弟们，在咱们家应该是价格最低啊，兄弟们啊，咱们家宠用品保真保质保量保价，兄弟们啊，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去拍单，咱们家的那个益生菌第四个链接宠小宠的肠胃宝，兄弟们啊，小宠的肠胃宝，只要你们家的狗狗拉肚子拉软便，你家狗拉稀，兄弟们啊，小猫小狗拉稀消化不好，兄弟们都可以吃肠胃宝，肠胃宝是必备啊，兄弟们啊，第49.9买一盒送一盒，一盒是10包，兄弟们两盒加一块呢是20包啊，20包益生菌的话，兄弟们正常你们在别人家买的话得80米，但在咱们家呢49.9米就能买着啊，真是为难为老四了，兄弟们你没发现吗，兄弟们你们没发现吗，四哥他有点那个木头的那个就有点那么梗呢、啊、四哥呀，啊你怎么就跟那个木头似的，老师啊？啊，木头啊，啊，四哥做不出了，老师困了，该下播了。四哥一点都不困，兄弟们，四哥一点都不困。啊，欢迎啊，这谁呀、啊？欢迎二迷糊啊，欢迎站着，欢迎二迷糊，兄弟们，大家给俺家小迷糊，给小迷糊的妹妹点点关注，兄弟们啊，二迷糊四个小泰迪啊，咱给点点关注，感谢站长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，感谢大家来我们直播间看我们家这块木头，木头啊，这不木头吗，啊，小迷糊的妹妹，兄弟们啊，小迷糊的妹妹在榜一，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吧，兄弟们啊。有人吃的零食吗？现在有一个人吃的零食在咱家最后一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，这个苞米玉米49个链接可以拍，人家没有木头，我就觉得小迷糊，我就觉得老四是块木头，老四干啥都慢，我四哥干啥都慢，三老四想不想玩游戏，四哥，老四你想不想玩游戏，老四。老师啊，不至于吗，老师啊，你至于这么困啊，从给起名叫木木得了，木不好听，来来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这么的吧，老爷让你猜零食吧，兄弟们看看老四到底是他到底是笨不笨，老四到底是聪不聪明，兄弟们啊，看人家老四他到底迷不迷糊，兄弟们啊，哎，欢迎大家伙啊，头又疼，老四这一天帮你挣多少钱，他能帮我挣多少钱，兄弟们啊，老师能帮我挣多少钱，来使点劲，我看老师到底迷不迷糊，四哥我验证你看到底迷不迷糊，站着啊，四哥你坐着，四哥来，兄弟们我测试一下子啊，老四到底迷不迷糊，兄弟们啊，你们想不想看，兄弟们想不想看老四迷不迷糊啊，坐下来，我看老四到底清不清醒，兄弟们，我测试一下他的智商啊，测试一下老四的智商啊，老四啊，你告诉老爷哪个是你媳妇儿，老四哪个是媳妇儿，哪个是儿子，哪个是媳妇儿？哪个是媳妇儿？老四，
啊、哦，这是媳妇儿啊？哪个是儿子？老三有动静，乖，小三，哪个是儿子？老三，哪个是儿子？小明白了，你爸摸不着你了，你爸摸不着你了。老三，哪个是儿子？四哥，四哥，哪个是儿子？老三，老四，哪个是儿子？哪个是媳妇儿？老四，哪个是媳妇儿？老三，哪个是媳妇儿？老四。老四，哪个是媳妇儿啊？媳妇儿是哪个？老四，你这不知道吗？四哥哪是媳妇儿？四哥，你就发现你真梗呢、啊、老四，我他妈老爷问你，好好问你的时候，你就好好回答就完了呗。老四，哪个是你儿子？儿子，哪个是儿子？这个儿子。好了，四哥拿下来。哪个是媳妇儿？老四，哪是媳妇儿？这是媳妇儿，来再问你啊，老四，哪个是儿子？四哥，四哥，哪个是儿子？啊，哪个是媳妇儿？老四，四哥，媳妇儿是哪个？老四，老四啊，你说你一天你怎么困成这样似的？老四，哪个是儿子？哪个是媳妇儿？四，哎呦我的妈，老四啊啊！那老爷子不在这问话呢吗？老四啊，那怎么还能睡着呢？啊？那怎么还能睡着呢，老四啊啊！小明，你上这儿来，小明来，你上这儿来，小明来，上这边来。老四啊，老爷问问你啊，四哥呀，哪个是你媳妇儿，老四？老四啊，老四啊，哪个是你媳妇儿？四哥，四哥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妈了个炮的！老四，老爷问你呢，哪个是你媳妇儿？哪个是你媳妇儿？老四，啊，哪个是你媳妇儿？那不就完了吗？哪个是你儿子？老四，儿子是哪个？哪个是儿子？啊！操你哥，你们疯了吧，老四啊！啊，四哥你疯了吧，四哥啊！哎呀，我天，这一天迷迷糊糊的呀，老四这一天迷迷糊糊，兄弟们，别问烦了，四哥问你都问几遍了，我给他俩调换个位置，兄弟们，我给他俩调换个位置啊。老四你喝多了呀啊，四哥，哎兄弟们，你说老四为什么会这样式人呢？我整不明白呢，兄弟们你们说为啥呢？老四为什么会这样式人呢啊？哎呀，真整不明白。感谢大家伙来到咱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，长一宝是49.9块买一盒送一盒，兄弟们啊，小宠的长一宝买一盒送一盒啊，不能问问题，一问问题就这样式的。然后咱家磨牙棒，兄弟们，第六个链接磨牙棒啊，39.8也是买一，咱家一米棒，兄弟们啊，待会儿还有买一米棒，咱家这个一米棒是专门给狗磨牙的，兄弟们啊，特别硬，老铁们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硬的啊，这个磨牙棒呢，外面是鸡肉的。啊，里边是牛皮的，兄弟们，哎呀，感谢咱们家那个啥啊，感谢咱们家啊站站，兄弟们啊，欢迎咱家站站来到咱直播间，兄弟们，站站是我们家 seven 的孩 seven 的孙子，兄弟们啊，站站是 seven 的孙子，再给 seven 的大孙子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再往10000点一点，马上10000了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马上10000了，再往10000上点一点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说对了啊的话，给奖励就会更加精神。白费，我跟你说白费，你信不信，兄弟们？啊，再来一遍，兄弟们啊！我让老四，最后我让老四拆碗，兄弟们，我把肉，我把零食放到碗里头，你让老四拆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看老四能不能拆准啊！早就关注了，啊，咱俩至高无上的榜一，兄弟们啊！那个俺家 seven 那大孙子，大家点点关注啊！都是咱家自己家孩子，兄弟们啊！2号麦也是咱自己家孩子，兄弟们，大家点点关注啊！人家问烦了，好了。
咱家这个磨牙棒，兄弟们啊，专门给狗狗磨牙的，磨牙效果非常好，兄弟们啊，大磨牙棒这么粗一根了，兄弟们啊，这么粗一根，三根加一块有一米长，你用那个尺一量，兄弟们，100厘米，兄弟们就是一米啊，三根加一块一米，然后呢里边是牛皮的啊，兄弟们，里边是牛皮，外面是肌肉的，然后呢买一根，买一包，然后呢还送给大家一小包，兄弟们啊。买一包送给大家一小包，问了半天了也不给奖励点东西吃。兄弟们，你说还问他哪个是他媳妇儿，哪个是他儿子，还用奖励吗？兄弟们啊，我就想问问他哪个是他媳妇儿，哪个是他儿子，还非得奖励一下子吗？兄弟们啊，老四太懒了。谁像他似的呀，老铁们呢？啊，快来，快来，石头来，上这儿来，石头，小明进来，来，小明来，小明进来，来，小明进去，进我问爸爸问题啊，小明真听话，我要问爸爸一个问题啊，好嘞，老师就坐好了，这个啊，上厕所了啊，就不能多看看 Simon。看 seven， 一会儿看 seven， 兄弟们啊！我发现大伙怎么不愿意看老四呢？兄弟们，你们为什么不愿意看老四呢？咱家又不是不看 seven， 老铁们 ，seven 愿意叫唤，知道吗，兄弟们啊？现在 seven 愿意叫唤，晚上的时候，晚上一直播的时候，兄弟们，哎，我就怕 seven 叫唤，知道吗？那看老四不也挺好的吗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一会儿再看三位们都看，谁没看呢？咱不得挨个来吗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我直播就愿意带着他们几个挨个玩，老铁们啊，咱先看完这一家三口的，一会儿呢兄弟们把老四也关起来，看看三位和老大，对不对？兄弟们，你都放出来的乌泱乌泱的，你看谁去啊，老铁们，对不对？乌泱乌泱你跟谁玩去啊？脑袋怎么趴下了？失眠的人多看看老四，换沙发了，你按你的节奏走就行了啊！感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！老四多乖呀，兄弟们，老四多好玩呀！坐好了呗，坐好了。哎，啊，四哥呀，你给大家伙展示一下子啊！老四，我想看我家老四。平时的时候到底懵不懵，兄弟们啊，看我四哥到底懵不懵啊，四哥啊，你们能看着吗？老四当笑，老四吃了个笑，来四哥呀，来考考你啊，老四啊，只要你猜对了就给你吃，行不行？老四看好了啊，来放在这个碗里了啊，你猜对一把来奖励你一个，老四啊，看好了啊，哎哎，不行，到底在哪儿？在哪儿，老四？老师你看了吗？四哥你四哥你得低头看四哥啊，四哥你得低头看啊，四哥啊，看好了啊，哎，在哪儿？哎，别动，老师别开，四哥你看正着，四哥啊，你看这有这个碗吧，你慢点，兄弟们，我给老师慢动作一下，你看老师能不能找着啊，老师在这儿呢吧，我给你慢点啊，哎，在哪儿呢四哥啊，在哪儿？老四在哪儿？吃吧，来，吃吧，老四，来，吃吧，给你吧。再来一遍，老四啊，好了。好了。
在哪儿？老师，在哪儿？哦，在这儿。好了啊。在哪儿，老师？在哪儿？还在那个玩意儿，老师啊啊！老师真不聪明，兄弟们，我四哥真是不太聪明啊啊！兄弟们，跟大家伙儿啊说句抱歉吧，四哥真是有点不太聪明，拉脸了，四哥要丢人了，兄弟们啊，太笨了，太笨了，兄弟们啊，有点太笨了，吃饱了没有？没有，跟吃饱吃不吃饱没关系，兄弟们，跟吃不吃饱没关系。四哥现在有点迷惑啊，我要给四哥一个奖励啊，四哥你猜对，就四哥你这回你猜对就给一个奖励，在哪儿，老师？在哪儿？啊，这回挺聪明，四哥，好，好了啊，四哥，看好四哥啊，这儿呢，老师，看好四哥，看好了啊，这儿看好了啊，在哪儿，四哥？好啊，在这儿啊，好，在哪儿，四哥？在哪儿？嗨，你还别说，我四哥聪明了，啊，四哥，你再看好了，四哥啊，在哪儿，四哥？嘿，老四，是知道，在哪儿，老四？在哪儿，四哥？嘿，你还别说，老四又猜对了，啊？老师又猜对了，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啊！这狗多少钱？咱狗不卖，兄弟们啊！咱狗不卖，咱狗是观赏狗，兄弟们啊！咱狗是观赏狗啊！你们又想买的话，你们可以买咱家狗粮，兄弟们啊！你可以去买咱家狗粮啊！兄弟们，咱家这个咱家的顽皮罐头啊，第十个链接顽皮罐头，买一罐啊，兄弟们啊，这19.8元给大家伙发三罐罐头，兄弟们啊！顽皮罐头给大伙发三罐啊，兄弟们，咱家这个顽皮罐头啊，老小牛可愿意吃了。你看小牛啊，兄弟们，小牛逮着罐头就开始刚刚一顿咬啊，你瞅瞅，小牛可愿意吃了。这小牛偷的，这小牛偷的罐头，我还没找小牛算账呢，兄弟们，我还没找小牛算账呢，小牛竟然偷罐头是今天啊。一罐罐头375克，兄弟们总共发三罐，19.8元给大伙发三罐啊！有鸡肉的，有牛肉的，有鸡肉蔬菜的，有牛肉蔬菜的，兄弟们啊！好了，兄弟们，征求大家所愿，兄弟们啊，征求大家的所愿啊！咱们现在看 seven， 兄弟们啊，你就是能骑虎老四，我骑虎，我骑虎老四干啥呀？啊，继续猜，不猜了，兄弟们，再看该看 seven 了。啊，给表演一个才艺。老四会表演个屁呀，四哥啥也不会表演呢。这么的行吗？我让三万出来表演个才艺，行不行？四哥只会表演吃。四哥来，四哥来。兄弟们，这么的啊，我让老四表演个才艺。啊，怎么才能把这个肉干粘在俺家老四的鼻子上呢？兄弟们，怎么才能把这肉干粘在老四的鼻子上呢？你们说一说，兄弟们，怎么才能粘在鼻子上呢？啊，粘在狗的鼻子上，怎么才能像粘在狗的鼻子上呢？啊，四哥，怎么才能粘到四哥的鼻子上呢？四哥，老爷把这塞鼻孔里吧。看啊。
这个行，我的妈呀，这个能够着我啊，能够着我，先塞四个鼻孔里呢。好，咱们开始看三位了，兄弟们，咱不能总看老四了，大家伙儿有点对三位爹有点见有点那个什么了，兄弟们有点那个什么想法了啊，不能总看我四哥，兄弟们该看三位了啊。三位出来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三位出来。老三来，你给大伙展示个才艺，张来。三，你跟老四你俩共同给大伙展示个才艺，行不行？啊！谢谢你看好了啊，你看好了啊。三文呢？你跟老四你俩共同展示个才艺。三文，三你趴下，趴下，三你趴那儿。学，三学他，趴这，三你也趴这。三，你也趴这儿，你看，三，你也趴这儿，趴这儿，三，你也趴这儿，好，好 ，biu，biu， 三 ，bi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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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三躺，躺下躺，三躺，三万 ，biu，biu， 老四 ，biu， 老四 ，biu，biu， 他娘的个炮，老四，老爷给你 biu 呢。你最起码你躺着，你怎么还站起来了呢，四哥？啊！我让我四哥表演才艺，兄弟们啊！兄弟们，让四哥表演才艺啊！四哥趴下，四哥趴，趴，趴，老四趴下。好 ，biu， 老四 ，biu，biu， 哎呀妈呀，大哥你躺 ，biu， 四哥 biu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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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四哥，麻烦 ，biu biu， 对 ，biu biu， 哎，好，啊，真聪明，四哥啊，啊，三坐，三坐，来，啊，三坐，三坐，啊，这三给撂倒了，兄弟们，三给我四哥撂倒了啊，不好倒，来，再来一遍啊，我说再来一遍，再重新温习一遍啊，四哥，啊，再重新表演一遍，三你坐。啊，好，三人趴下，三人趴下，以后给咱一人一个肉干吃啊，三人趴下，三人趴下，三人趴下，老四趴下，老四，老四趴，老四，四个趴下，趴下，老四趴，趴下，老四趴下，趴下，四个趴下。咋这么笨呢？啊，这么笨呢？啊，三坐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老四你趴着啊，三你趴下来，趴下，老四你趴着，四哥你趴着，四哥你趴着，你趴着，老四，我的妈，咱费劲呢，四哥趴趴趴卧倒，老四趴下，老四趴下，趴下，趴下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比划啥呢，大哥？你在这比划啥呢？啊！趴着，老四，趴着，趴着，趴下，趴下。我大哥，你比划啥呢，老四啊？啊！老四趴着，四哥趴下，趴下怎么还不会呢？四哥趴怎么还不会呢？啊！三万 biu biu 开枪了 ，biu biu 躺下 ，biu biu。老四 ，biu， 老四 ，biu，biu， 老四啊，躺啊，老四，哎呦我的妈，躺 ，bi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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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躺下，我躺那，我躺那，躺着 ，biu， 躺那，躺，躺下，躺下，躺下，哎呦我的妈，咋这么费劲呢？坐好了，三来，三表现非常好啊，四哥表现非常好啊，然后四哥是大教练，四哥是三个大。俺三位是四哥大教练啊，我现在躺下都不好使啊。欢迎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，我现在家都躺下都不好使啊。
必须好使劲的。啊，咋这么好玩呢？来，啊，上来吃一个，好啊！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老铁们啊！然后呢，给大家伙看一下咱家这个牛粒，兄弟们啊！咱们家这个牛粒哈，兄弟们，我给三元吃这个牛粒，咱是19.9块一罐啊，然后兄弟们，咱是买两罐送一罐啊，老铁们，19.9一罐啊，然后呢？待会儿买两罐呢，你买两罐，我给你发三罐，兄弟们啊。这个黄颜色的这个是兄弟们啊，蛋黄鸭肉粒啊，上面这个是蔓越莓牛肉粒，兄弟们啊，咱19.9一罐啊，兄弟们最划算的是你买两罐啊，买两罐我给你发三罐，兄弟们啊，这一罐牛肉粒呢是170克，老铁们啊，170克的啊，你们有需要牛肉粒的兄弟们啊，想给狗狗当训犬零食啊，老铁们想平时的时候给狗狗一点奖励啊，兄弟们啊，都可以买咱家这个牛肉粒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可以去拍咱牛肉粒啊，适合兄弟们这款牛肉粒呢，适合4个月以上的狗狗吃，老铁们啊，适合4个月以上的狗狗吃啊。这里边就这样式的，兄弟们，这个瓶盖是拧上的啊，拧下来之后呢，里边是这样式的，兄弟们啊，看了吗？一罐是170克，老铁们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去买一袋啊。啊，咋不让老大出来呢，兄弟们，现在啊你来的太巧了，铁子你来的太巧了，现在呢我就让咱们家老大出来了，兄弟们啊，看看我们家老大，兄弟们看看家老大会不会这些才艺，好不好，兄弟们啊，三元想吃了，看老大会不会这才，老爷太抠门了，四哥都不想和你玩了。哎，兄弟们，那老四他不是自己躺下的，兄弟们啊，哎，好好好，兄弟们你们别说了，我给老四个奖励，我给老四个奖励，我再让老四躺一下子，行不行，我再让老四躺一下子，我就给老四一个奖励，行吗，四哥来，过来，四哥趴下趴下趴，三你坐下，不能碰到三，你不能碰下，不能碰到啊，老四趴下趴下，哎呀妈，大哥你比划啥，比划啥呢，你坐着噻，你别等着动不动你就揍孩子，你坐着噻，你坐下你不能歇会儿不，你啊啊，老四趴下了，四哥趴下，你趴那，我发现你们这么梗呢，四哥趴那，老四趴下，老四趴那趴那，这么笨呢，这怎么啊，你坐着，咱你坐着，你歇会儿吧，大哥。你歇，老四趴着，四哥，这怎么让你趴着呢？这么费劲呢，老四啊！你想不想吃肉干？我的妈呀！老四，你趴着，趴着，四哥，四哥，太笨了，这孩子太笨了，一点出息没有，以后长大了啥也不是啊！老四趴着，老四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你看看，我一趴一动不动，我四根往那一动，一趴一坐一动不动。你坐好了，三坐好了，坐好了，三坐好了。老师你趴着行不行，四哥？咋这么费劲呢？行，老让你趴着吧，这么梗了，太他妈梗了，这。彪，三彪，老师彪，彪，四哥彪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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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彪，老师彪。倒下，老师躺，你起来，三躺下，躺，老师躺下，躺，老师 biu biu biu， 老师，哎呦我的妈，大哥你躺着，四哥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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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哎呀，四哥奖励一个啊，哎，四哥这吃零食太难了，你起来给老四一个吃，哎，给四哥一个吃啊，有想买牛肉粒的兄弟们啊，牛肉粒买一罐19.9，然后呢买两罐送一罐，老铁们啊，咱们家的牛肉粒买两罐送一罐啊，给三文吃，我没给三文吃，我给了三文一个，然后呢给老四两个，兄弟们啊，给了老四两个，给了三文一个啊，现在我要给三文俩，兄弟们，我要给三文拿俩，好吧，再给三拿一个，好，
啊，三个急性子，三太急了，他的性子太急了，兄弟们啊，咔咔怼呀、啊，来，放下老大出来，别看老大了啊，不能看老四了，兄弟们，老四该关起来了啊，兄弟们，别总打老四，三，你能别打老四，你再打老四，看我打不打你啊？你坐好了，你坐了不能打老四，知道吗？你坐好了，三，三，你坐下，三，你坐下，坐下，坐，坐，坐，三，坐，你不许打老四，知道吗？啊，老四是你儿子，知道吗？亲儿子，三们，啊。哎，三有点皮呀、啊，三他有点多动症，兄弟们，啊，三有点多动症的感觉，他有点，啊，来，老大出来，来，老四进，老四来，老四进来，来，老大出来不，老大来，看老四啊，看我们家，嗯。嗯，本来就是一起玩游戏的。哎呦我操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官方骂人了啊！哎呀，对不起官方啊！对不起对不起，而且是我原违规了，兄弟们，原违规了，抱歉了啊！我去拿东西，一下给我绊着了。啊，我去拿东西，一下给我绊着了。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兄弟们。啊，正能量，正能量，兄弟们，来。一起玩呗，哎，兄弟们，我也知道一起玩，你一起玩的话吧，他玩不到一块去。兄弟们，一起玩的话，他真玩不到一块去。你们还不相信，出来乌泱乌泱的，谁都玩不好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？乌泱乌泱，谁都玩不好啊！啊！来，那个。老大坐，老大坐这，老大坐这，老大坐这来。同样的游戏，兄弟们看看老大会不会啊？同样的游戏，看老大会不会啊？骂人正常，骂人不正常，兄弟们不能骂人啊！骂人属于负能量，咱必须得给大家伙正能量啊！咱必须得正能量，兄弟。这个我跟你说，三文除了想吃没别的。你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好了。老大，老大，你坐好了，老大。坐好了，来，坐。嗯。坐好了。好的。啊。好了啊。老大，三文除了想吃，他没别的，知道吗？啊，牛肉粒买一罐送，买两罐送一罐，兄弟们啊。好、啊。老大呀，老大趴着，老大，三趴着，三趴，好，好，老大趴着，老大趴着，老大，好啊，你看老大也聪明啊，兄弟们看了吗？啊，三 biu biu， 三 biu， 躺下，躺躺躺躺 biu biu biu， 你看你三咋这么笨呢你呀啊？三你坐好了，三你坐好，趴下，三你 biu biu， 不能动了 biu。定不移动 ，biu biu， 不移动，不移动，不许动，老大 biu， 老大 biu， 你揍他干什么玩意儿？你看看，你老大会，坐好了，上来，老大 biu， 老大 biu， 老大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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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跟妈妈学，你看妈妈干啥呢 ？biu， 老大快 biu biu， 老大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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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老大 biu。这么笨呢，他呀啊，这么笨，丢丢丢丢丢，一样的，老四跟老大一样，打老二打闺女，老四啊，老四你怎么，老大你怎么跟老四一样呢？丢丢丢丢丢，老四一揍就躺，你为啥不躺呢？啊，这么笨呢，这么笨呢，怎么了我啊？哎，老大丢丢，老大丢丢丢丢丢。
哎，好，老大学会了啊。哎，这个揍真好使啊，老兄弟，这个揍是真好使。跟老大一块啊，这个老大好。三，起来，起来，不用，不需要你了，现在不需要你了啊，坐好了。老大，彪彪彪，老大彪彪，老大彪彪彪彪彪，老大彪彪，这么笨呢？这么笨呢？彪，哎，好，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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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躺着，躺着，好了 ，OK 了 ，OK 了，好，啊，过来吧，咱来，躺那了 ，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，好了啊，老大，彪彪。彪彪彪，老大，彪彪彪彪，老大，彪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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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彪，哎，好，三坐，趴下，三坐，趴下，彪彪彪彪，躺躺躺躺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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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得揍好使啊，不揍不好使。小迷糊啊，小迷糊他妈玩过了，兄弟们，小迷糊早就玩了，小迷糊是第一个玩的嘛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小迷糊刚开始跟小跟老四他们三个互动来着，这些游戏啊，兄弟们就三个会啊，其他狗都不会啊，其他狗都不会啊。咱家的兄弟们，牛肉粒买两罐送一罐啊，第一个链接，兄弟们，19.9一罐啊，牛肉粒。我给你看牛肉，这是鸭肉的，兄弟们，咱家这个啊，兄弟们，这是鸭肉的，三个皮来啊，就是蛋黄鸭肉粒儿，那个是蔓越莓牛肉粒儿，兄弟们啊，看见吗？三万超级愿意吃，三万，三万，这个牛肉粒儿好不好吃？三万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你等会儿，三万，三万，你坐好了，你爸问你啊，爸问你啊，啊，三万，你过来，来。你上这边来，你上这边来，上这边，上这边来，三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来给你一个，三，喜不喜欢吃？喜欢呐，三，好不好吃？啊，好吃啊，三，你还要不要了？啊，要不要了？要啊，好，三，你聪不聪明？你聪不聪明？啊，你坐好了，三，你聪不聪明？聪明哈，嗯，三万，咱家这个买两罐发几罐？送，三，你坐好了，三，这个牛肉买两罐发几罐？三送，三万，两罐发几罐？你大点声，你大点声，没事，三万来，你大点声来，三万，买两罐发几罐？叫叫，再重来，买两罐发几罐？你看，三，大点声，几罐？啊，三罐啊，好 ，OK 了啊，几罐咱俩几罐，几罐，几罐啊？你咋懵呢，三罐？好不好吃吧？吃，对吧？还要不要了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啊，老大好不好吃？老大，好吃吧？老大，给谁吃的？给谁吃？给谁吃？给谁吃的？给谁吃？给老大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了啊，有啊，咱这给谁吃？给谁？给姑娘吃，好不好？啊，咱这给谁吃？给谁？给谁呀？咱给谁吃？咱给谁？给谁吃？咱啊，给姑娘吃，好。这给谁的？给谁吃？给谁？啊，还给姑娘吃，好。啊，咱给谁吃？给谁？还给他吃啊？给谁？那给谁吃？给谁吃？给谁？给谁？给谁吃？是吧？给谁呀、啊？给三万急坏了，兄弟们，给了三万急坏了啊！嗯，其实狗狗都聪明，就看主人怎么跟狗互动了啊！欢迎大家伙啊！三万坐好了，三万坐好了啊！你看老大。玩笑，老大，我让老大练个顶顶，兄弟们啊！三万真是称职的妈妈。大伙儿又想买咱牛肉粒的啊，19.9给大伙儿，兄弟们，19.9一罐，然后呢，你买两罐，我再送给你一罐，兄弟们啊，二送一，嗯，买二送一罐啊，
seven， 现在做好了，咱们做好了，做啊，对焦，对焦，老大叫一个，老大，老大叫一个，老大叫。老大不会叫，那老大不会叫，对小迷糊也要这样。老大叫一个，老大，老大叫一个，老大叫，你让他叫呢，叫，叫，叫，你让他叫，坐好了，老大叫，叫，哎呀，老大叫，叫一个，老大叫，你看你的三三都生气了，再老大叫，叫。那你叫一个老大呀，叫叫叫叫叫叫叫，这么笨，真笨呐、啊！叫了你又要骂他们，你小声叫，你不总叫没事，兄弟。你看你这 seven 兄弟们，你看 seven 现在都不大声叫了。三，你坐好了，三来，三小面吃啊！你看他不大声叫唤，三，你听不听话？啊，听话，听。三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，咱你吃不吃了啊？吃，咱牙疼不疼啊？咱聪不聪明，你聪不聪明啊？三万，啊，三万啊，你等会啊，三，你把把袜脱了呗，袜脱，脱袜袜，把袜脱了，三万，袜，袜，三做好了，三做好了，把袜子哪儿三万？袜子哪儿呢？你把袜脱了，他三万。啊、哦，在这儿呢，三万啊，好好，这样了，好，三万，三万，这样了啊，三万，你过来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三万，你把爸拖鞋脱了，拖鞋脱了，拖鞋，拖鞋在哪儿呢？三，拖鞋，把鞋脱了，三，拖鞋，拖鞋，三万聪明吗？啊，三万，你过来，来，你过来，三这儿了，三来。咱爸拖鞋呢，把拖鞋脱了，拖鞋呢，拖鞋呢，哪是拖鞋？啊，这是拖鞋。三好，哪个是袜子？三，哪个是袜子？把袜子脱了，三。啊，你看，啊，这这好了，好了，三，好了，三聪明啊，啊，三真聪明啊，啊。老大老四只是没有时间训，拉拉聪都很聪明。好了，咱不脱了啊，不脱袜子了啊，我这没有好袜子。还想看这些，你们可想看小迷糊呀，老铁们，待会儿想看小迷糊呀啊，咱家迪特除臭剂，兄弟们，第五个链接，迪特除臭剂，买一桶送一桶啊，兄弟们，迪特除臭剂买一桶送一桶，看小迷糊吧。迪特除臭剂买一桶送一桶，石榴，你信不信，兄弟们？哎，我上面那个肉干在上面放着，一会儿就被小牛偷走。你把手机，你把手放视频里边，手放视频里什么意思？啊？三万，老大不许偷吃啊！好了。四哥出来吧，小丑又能盖三瓶，都是120毫升吗？对呀，三瓶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120毫升。你买三瓶的是49.9，兄弟们，啊，49.9三瓶啊，兄弟们，有需要优能盖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买一袋优能盖啊。优能盖是专门给我补钙的，磨牙棒几袋啊？哪个磨牙棒几袋？磨牙棒，你我不知道你说的是磨牙棒是哪个第几个链接呀，兄弟们，咱家第六个链接那个磨牙棒啊，39.8，兄弟们啊，咱那个第二第六个链接磨牙棒是39.8啊，兄弟们，39.8那个是买一个，兄弟们，买一包送一包啊，买一大包送一小包，兄弟们啊，那个我现在没有样品，那个现在没有样品，买一大包送一小包啊。
那个麦棒在哪儿呢？一米棒，兄弟们，那个叫一米棒啊。我跟你说，那一米棒一根这么粗，兄弟们，总共三根啊，那三根加一块有一米长。一米有多长呢，兄弟们啊？一米有多长呢？啊，身高一米，100厘米，兄弟们啊，一米长。然后呢，还给大家伙送一包5寸的磨牙棒啊，5寸的啊。那个咱家这个磨牙棒非常非常合适啊，兄弟们，非常合适，你们可以去买一单。小石头像个小猪，小明是外国少，中国缺呀。嗯，石头没变样，兄弟们，石头没变，小石头只不过就是，啊，咱小石头只不过就是，兄弟们，石头过来，只不过就是你们没看顺眼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大伙没看顺眼的事儿，嗯，看顺眼就好了。这是，感谢大家伙啊。然后呢，老铁们，咱家那个洁面巾，天使洁面巾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啊，你们可以去买咱家这个天使洁面巾。嗯，我的洁面巾呢？洁面巾非常好用，兄弟们啊。嗯，6年多的柴犬选哪个磨牙棒？6年多的柴犬的话，你可以选第六个链接啊。你可以选第六个链接的磨牙棒，兄弟们啊！哎，兄弟们，柴犬第六个链接非常适合那个中型犬吃啊。然后给大家伙看咱家这个玉米，兄弟们啊，这个苞米，老铁们看了吗？啊，这个玉米非常的不错，兄弟们啊。这个玉米在咱家下方小购物车最后一个链接了吗，兄弟？啊，这个玉米是熟的，29.9块给大家伙发8根，兄弟们啊，这个29.9块给大家伙发8根，这是其中的一根，兄弟们，你看这一根多大，兄弟们，这一根多大？在这没写颗数，兄弟们，这是计量单位是每袋1穗，看到吗，兄弟们？计量销售净含量。这一袋的话，兄弟们，反正就是一根正常玉米的那么大小啊，兄弟们，这个玉米非常好吃。俺家姑娘啊，我媳妇啊，我爸我妈呀，兄弟们啊，都特别喜欢吃这个玉米啊。我以前从来没卖过玉米了，兄弟们，以前从来没卖过玉米，但是我感觉这个玉米是真好吃，兄弟们。那这个玉米是真好吃啊，29.9块8根，兄弟们，你回家可以尝一尝，兄弟们，你们相信3.8，你们可以尝一尝，老铁们，这个玉米真挺好吃的啊。而且包装也好，真空包装，兄弟们，保质期12个月，这个是速冻的，兄弟们啊，可能说有点小贵吧。这个玉米怎么做？这玉米怎么做？兄弟们，上锅里烫就行，不用煮，因为它是熟的，老铁们，这个直接就可以吃啊。开袋计时，只要你开袋的时候你得热一下子，兄弟们啊，因为它凉，知道吗？这个玉米凉，好吃啊。开袋计时，这个香啊，兄弟们，这是黏玉米啊，兄弟们，真黏，黏，这是糯妹子是吧？糯米是不是就黏米？原味1:1，看到兄弟们，原味1:1啊，不含任何，起来，我看看这不含任何什么玩意儿，不含任何添加剂啊，你看兄弟们，这点写着不含任何添加剂，看到兄弟们，你们几个起来啊，你们几个起来啊。这样的玉米非常甜，这个玉米好吃啊，黏呐，老铁们啊，真空包装这个。5个月拉布拉多用哪个磨牙棒？5个月的拉布拉多啊，我跟你说一下子啊，你可以买咱家小下方小购物车5个月的拉布拉多是吧？哎呀，5个月拉布拉多你也买第六个链接啊，咱家第六个链接适合5个月的狗狗吃啊。因为咱家这个第六个链接那个磨牙棒，兄弟们，围观第六个链接这个磨牙棒，兄弟们啊，5个月拉布拉多的话应该跟小明差不多大了，兄弟们，5个月拉布拉多啊跟小明应该差不多大了啊，应该是在30斤左右吧，兄弟们，50斤拉布拉多，5个月拉布拉多啊跟小明差不多大，所以你家狗能吃。
快让小明表演吧。小明表演啥呀？小明表演偷东西啊。迷糊啊，迷糊你要表演啥呀？迷糊你要表演偷东西啊？迷糊啊，啊迷糊那些零那些动作他都不会，兄弟们知道吗？我家二十多斤选六号，二十多斤的话我告诉你啊，二十斤的话有点小，知道吧？嗯，二十多斤你可以选第六个链接，等你家狗大的时候你再给它吃大的，小的时候你可以给它吃小的，知道吧？然后再就是咱们家的那个磨牙截齿棒，兄弟们，第十八个链接的磨牙截齿棒啊，第十八个链接的磨牙截齿棒的话，你可以给自己家狗吃，二十斤的狗狗可能吃啊，那个啊，那个不是特别硬，兄弟们，它只不过是一个磨牙的，又可以磨牙又可以截齿啊，19.99给大家伙发四根，买了玉米，喜欢三元小米熊，感谢啊，感谢大家伙，这玉米挺好吃的，兄弟们啊，这个玉米啊，哎。我以前我从来没卖过，但是我感觉这个玉米可以，兄弟们啊，我感觉这个玉米真可以啊。小迷糊才五个月，小迷糊一岁多了，老铁们啊，但是我跟你说了，小迷糊不是拉布拉多，知道吧？他不是拉布拉多，他只不过是有一身拉布拉多的一副臭皮囊，但是呢兄弟们啊，他的心脏属于泰迪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？心脏属于泰迪的，啊，皮肤，兄弟们，属于泰迪的，啊，只不过他这个体型是拉布拉多，啊。他的大小像拉布拉多，但是他就是一只泰迪啊。对待小迷糊也要对待三文那样，肯定的，兄弟们。我对待小迷糊，我对他们几个一视同仁，兄弟们。啊，我从来不偏向，一视同仁。出了几瓶？除臭剂两桶啊，买一桶送一桶，兄弟们啊。那么写着呢，兄弟们，除臭剂1000毫升两瓶吗？1000毫升一瓶，然后给大家伙发两瓶，啊，给大家伙发两瓶啊，来，一视同狗，来给营养膏吃，兄弟们，啊，待会儿可以买单，咱家这红狗营养膏啊，第九个链接，红狗营养膏买一只送一只，老铁们啊，59块钱买一只送一只，老铁们啊，呀，没给大家伙开呢，没给你们开呢。啊，没给开呢，小迷糊，让小迷糊失望了。嗯，58米，兄弟，58米。嗯，你说他就会偷，兄弟，的确知道吧？他只会偷，你就是你现在带他玩游戏的话，他也是不会玩。他不会玩，因为小迷糊吧，兄弟们，我教过他就是不会，知道吧？他不太愿意好好学。红狗的兄弟们啊，这一只是120克，老铁们啊，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拍啊。老四三，好宝，你看给妈妈给奶奶吃一口，给奶奶吃一口。啊，给小石头吃一口。啊，小明也来一口吧。嗯、啊。来、哎、兄弟们，我跟他们玩游戏啊，兄弟们啊。我跟他们几个玩游戏啊，看他们几个谁能吃着营养膏。你看他们几个谁能吃着营养膏，兄弟们啊。小明，小石头来。小明，小石头进来。小明，小石头进来。小明啊。啊。来，最后才给小迷糊。哎呀，兄弟们，你有先有后，知道吗？他有先，他总得有个后。
啊、嗯，我，你们总是感觉三爹好像有心对待谁不好，其实我就是无心，知道吧？哎呀，我的妈，真的服了，都在里面关着吧。不，你们仨咋这么吵呢？快小明出来，小明出来，小明出来，先小明来，你先小明来，啊、嗯，来，第一个给跟最后一个给有区别吗？同样能吃的。好了，小明花，小明花啊，想不想吃？哎，小明来，哎呀。小明聪明啊，他不让我抹鼻子，怕扰民吗？不怕扰民啊、嗯，兄弟们，我有啥怕不扰民的？我不想扰民，兄弟们知道吧？我不想扰民，我不想让人讨厌我，知道吧？但是谁也不可能找我麻烦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不怕扰民。我只是不想扰民。哎，来，多少小明来？小明，你看看你，小明，不许动！小明，你不许动！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，老爷，啊？好不好吃，小明啊？嗯，看迷糊啥时候能够着，看家迷糊啥时候能够着啊？嘿，动手就不算了，小明，你动手就不算了啊，可以吃到明天。啊，这整的不好，兄弟们，这整的不好啊！小明动手就不算了啊，小明不能动手，小明不许动。好了，再来吧。嗯，他没意思，没有换食料，换食料啊！小明进去，进去啊！食料来，食料来。这干啥、啊、玩吗兄弟们啊，跟那狗狗玩，看谁聪明，看谁能先吃的营养膏啊，看谁能先吃的营养膏啊，小石头。我操，这个小石头怎么这泰迪他都这么聪明吗啊，泰迪都这么聪明吗，石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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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泰德。呀。吃不着啊，又是没意思的，啊，吃不着啊，那行吧，小石头吃不着，小石头输了啊，那你进去吧，小石头，啊，今天小明就给舔了，今天小明就给舔了，去吧，小明就给舔了，哎，石头，你看小明啥，小明啥，啊，你看。你又给舔了呀啊，你又给他舔了，放高一点，小石子好，这样好漂亮，比他儿子好看多了。
好了，开放他们仨出来了啊，他们仨在这里边挤。老四先出来，老四先出来，老三来，好。只会拿狗玩，他们要是要疼的呀，只会拿狗玩。来，坐好了啊！我不跟狗玩，我跟谁玩啊，兄弟们？现在呀，那你们你说三爷爹不跟狗玩，我跟谁玩啊？我跟我自己玩啊，对不对？老四，好，四哥，四哥来。哎，这啥意思？看四哥。我四哥有上当的一天啊！我四哥这有上当的一天，四哥啊！我看老四啥能吃着，兄弟们啊！我看我四哥啥能吃着啊！四哥，一、二、三，哎呀，我四哥竟然够着了。卫士营养膏，咱俩卫士营养膏，兄弟们，五十八米，买一只送一只，兄弟们啊，买一只，这一只是120克，然后呢，给大家伙送的那只呢是58克的，兄弟们啊，给大家伙送的那只是58克的啊，五十八米，啊，买一只送一只啊，三个小娃，让老大先来，兄弟们啊，让老大先来，啊，三个最后一个来，啊。再问人老大去来，老大出来吧。好，老大坐，老大坐。啊，老大你想不想吃了吧？啊，好，老大啊。哎，真好吃啊，老大。啊，老四，老四。老大吃不着，买不了，来，怎么可能买不了呢，兄弟们啊，能买呀，老大，他鼻子上的是什么呀？什么营养膏，兄弟们，营养膏，嗯，老四你帮帮吧，你帮帮他吧，老四来，你帮帮他，够不着老大呀，老大想要放弃了呢。老大有点放弃了呢，哎呀，老大有点放弃了呢，啊，老大是有点放弃了，老大，啊，好了，好，上我三万，三万登场吧，该三万出场了，哎，三万坐着，三万来，弄得太往上了，三万坐好了，三万。你给弄哪儿啊？你几没几个起来？我给你们一人整一个来。都舔不到鼻子尖儿。啊，梳的金毛能用吗？梳的金毛不适合金毛用，兄弟们，啊，是更适合短毛狗用啊。咱俩是梳的更适合短毛狗用，那行吧。你看四啊，兄弟们，你看我四哥啊。
是不能接着。四哥，老四，四哥吃了吗？四四，来看，还没吃着呢，四哥。哎呀，我四哥还没吃着呢。啊、哦，四哥还没吃着呢，四哥。四哥自己玩挺嗨呀，啊！四哥你玩挺高兴啊，四哥。把老大吃了，把他鼻上整整的是，拿给擦了，拿给擦了，在他鼻上也没有，他给擦了啊。四哥上手了，上手他也够不着，来老大一个。三，师傅，老四还没吃着呢，四哥，你老四哥鼻子多黑去呢，让四哥鼻子，让他们几个，好了，不能吃了啊，三碗来，好嘞，啊，你吃了半管了，兄弟们，吃了半管了。看小迷糊行不行？不看小迷糊了，兄弟们啊，咱家人都已经有意见了。大家伙说我总看小迷糊，大家伙都有意见了，兄弟们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一个小时直播一个小时，有59分钟都在看小迷糊，大家伙都有意见了，兄弟们啊，咱爹跟大家伙说声对不起，兄弟们啊，咱小迷糊无德无能无才啊，为什么说总看小迷糊呢？啊，我也不想看了，兄弟们啊，对不起了，咱多看咱家这三个大宝吧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5个月的拉布拉猪有推荐的狗粮吗？拉布拉猪5个月的拉布拉多啊，兄弟们，咱家下方小购物车2个链接和第三个链接狗粮，你拍哪个狗粮都可以，兄弟们啊！第下方小购物车这两款狗粮，兄弟们，你拍哪个都行，第二个和第三个啊。对，这两款狗粮你拍哪个都可以啊。58米，兄弟们，58块钱，老铁们，红狗营养膏，你买一只是120克，老铁们啊，买一只120克的，然后呢，给大伙送一只58克的，老铁们啊，你看啊，老铁们，120加上58。老铁们，总共是178克，兄弟们，58块钱啊，买一管送一管，买一只送一只红狗的，老铁们啊，就刚才给俺家狗吃那个红狗的，都是铁粉，都想看小迷糊，感谢王小王啊，谢谢王小王啊，看小迷糊吧，兄弟们，来，再看小迷糊吧。小迷糊现在呼声高啊啊！我这么一瞅啊，咱小迷糊现在呼声高啊。嗯，都想看迷糊啊，迷糊啊，过来来迷糊。这迷糊现在比7的人气高啊，比老四的人气高啊，都想看你呀、啊，迷糊啊。你何德何能啊，小迷糊，这么多人喜欢你啊。兄弟们，小迷糊是何德何能啊，这么多人喜欢看小迷糊啊。老爷教的好。小迷糊咋都是伤呢，受欺负了。谁也没欺负的，兄弟们啊。谁也没欺负的。拍段子，小迷糊跟你对着干，有意思。好了，拉了，别干了，不宜干仗啊！这小迷糊啊，这7大孙儿啊，对，小迷糊有意思，没意思不看。嗯，小迷糊啊，兄弟们，哎，老铁们，你说啊，
我把兄弟们，你说让小明去抓鱼，我给小明准备个鱼池子，兄弟们啊，我给小明准备个鱼塘，老铁们，我往鱼塘里能放一条鱼，兄弟们，你说小明能抓着鱼吗？老铁们，哎，我打算给他们整个鱼池子，知道兄弟们啊，啊，就是买一个游泳池嘛，夏天的时候可以在家里头就游泳了，兄弟们啊，就是往鱼池里头放一条鱼啊，大小的话也应该是放个鲤鱼吧，兄弟们，放个鲤鱼啊，你说小明能抓着鱼吗？你可真有想法。不是偷过鱼吗？他偷过鱼啊，小明会愿意抓鱼玩，以后咱钓鱼啥也不用了，行吗？就小明就行，小明指定敢抓鱼。老铁，我跟你说，小明敢把脑瓜子往水底下伸，知道吗？小明敢把脑瓜子往水底下伸，应该可以。兄弟们，大家伙就拭目以待吧，老铁们。好啦，有想买咱家宠物用品的兄弟们啊，我给大家伙看看咱家的天使洁面巾，兄弟们，给大家伙看看洁面巾啊，有需要洁面巾的老铁们啊，你们去买一单咱家洁面巾啊，咱家洁面巾马上就没有了，兄弟们，马上这个洁面巾就没有了，咱家现在还有两箱啊，兄弟们，还有30多单就没有了啊，你们有想买洁面巾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拍的，兄弟们啊。咱家这个洁面巾一卷是50张啊，老铁们啊，一卷是50张啊，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19.9块给大家伙发2卷，29.9块发4卷，39.9块发6卷，兄弟们啊，39.9块发6卷啊，这个天使洁面巾，兄弟们啊，一张一卷是50张，一张很大很大一张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咱家这个小石榴。老铁们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咱家这个洁面巾是纯棉的啊，咱家这个天使洁面巾是纯棉的，一丁点都不掺假，老铁们啊，一丁点都不掺假啊，19.9给大家伙，兄弟们，19.9给大家伙发2卷啊，现在都用洁面巾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说现在都用洁面巾啊，我给你们洗脸试试，兄弟们啊，我给你们洗脸试一下子啊，这个吸水效果老好了，兄弟们知道吧，吸水效果那是相当相当好了啊，兄弟们，我只用一张洁面巾啊，老铁们洗脸，洁面巾好用，兄弟们，说我刚洗完脸吧，然后拿一张洁面巾，老铁们，这一张洁面巾，兄弟们，你看这洁面巾不大点儿，是不是兄弟们？你看这洁面巾不大点儿，老铁们啊，这个洁面巾吸水效果特别好，兄弟们，连手，兄弟们，连手带脸啊都能擦干，兄弟们啊，连手带脸。都能擦干，擦完之后你还可以擦鞋，擦一下灶，擦一下桌子啊，兄弟们，擦一下水池子啊，而且呢，兄弟们，你们用完了之后啊，老铁们，这吸水效果有多好，兄弟们，一点水都挤不出来，看见吗？哎，它一点水都挤不出来，兄弟们看了吗？啊，你看了吗，兄弟们？就完全干了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
你看我脸有水吗，兄弟们？一点水都没有。嗯，一张就吸干了，特别特别好使，兄弟们啊！而且呢，这个洁面巾是纯棉的呢，老铁们啊，是纯棉的啊。一丁，你咋总眨眼睛呢？我有点过敏，老铁们，我有点过敏。我尤其是这个季节的时候，可愿意过敏了。我一过敏，眼睛刺挠啊。我这个眼角刺挠，知道吗？季节性的过敏，眼角刺挠不得劲儿，所以总爱眨眼睛。19块9，兄弟们啊，19块9给大伙发两卷，兄弟们。然后呢，29块9发4卷，39块9发6卷啊，老铁们啊，这个洁面巾真是挺不错的啊。洁面巾过敏吗？洁面巾不过敏呢？洁面巾当然不过敏，那纯棉的东西它过啥敏呢？兄弟们，没有涤纶，没有什么荧光剂呀、啊。没有荧光剂，没有涤纶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它就是纯棉的东西，它过什么敏呢？你回去用火烧一下子，兄弟们啊，用打火机燎一下子啊，它要产生滴了油子，冒黑烟，兄弟们啊，产生难闻的气味的话，我都给你退了它，老铁们知道吗？我都给你退了它啊，一般眨眼都是近视的，不可能，我还远视呢。啊，正常两个眼睛，一个是5.3，一个眼睛5.2。兄弟们，一个眼睛5.3，一个眼睛5.2，啊，近视不可能啊，我这辈子不可能近视，兄弟们，我就话给你撂着，我这辈子不可能近视。我小的时候，哎，什么趴着看书啊，躺着看书啊，躺着看手机呀、啊，啊，天天玩电脑啊，兄弟们，我眼睛从来没近视过。我跟你说，近视跟人的跟个人是有关系的，兄弟们知道吗？我感觉近视后天。啊，是带不来的，因为我生活本身就没有规律，哎，我想让他近视，他近视不了。那你视力很好啊？有的人，兄弟们，你们承不承认？有的人他，你有的人他想近视都近视不了，你信不信，兄弟们？啊？有的人真是想近视都近视不了。我袜子还穿着呢，不穿着我干啥呀？我媳妇没在家，我媳妇回娘家了。哎呀妈呀，也没人给我洗袜子了，我也找不着袜子呀。我也找不着袜子呀，兄弟们。我问我媳妇了，我说媳妇有没有袜子？我媳妇说有，上哪哪哪找？上哪哪找？我总忘。哎，要不说兄弟们，家里头还得有女人呢。没有女人呢就废了。你去买几双有袜子，我找不着。我的袜子让我媳妇给我洗了，她给我洗了，她买的袜子我找不着，她东西放哪儿我也不愿意翻啊。哎呀，没有家里头没有媳妇啊，真是懒呢，懒得要命啊，兄弟们，我就那会儿懒得要命啊。哎呀，我媳妇快点回来吧，好几天没吃上热乎饭了，天天吃那个面条子，天天吃那个面，天天吃那个包子啊，要不就吃那个麻辣烫啊。哎呀，要不就吃那个抻面。哎呀，我都吃够了，没媳妇儿啊，我媳妇儿你快回来，我媳的媳妇儿啊，我媳妇儿你快回来呀。我是家里没老公懒得要命，我是家里没媳妇儿懒得要命，兄弟们啊、嗯、你知道为啥吗？兄弟们，我这一天吧没工夫干别的，我还得遛狗，我还得给狗狗收拾呢，兄弟们啊，喂狗遛狗，我一天上下楼上5趟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啊，实在是难看。哎呀，我就把狗伺候好就不错了，兄弟们，伺候自己呢。5号链接怎么用？5号链接就是迪特除臭剂，兄弟们，迪特除臭剂呀，老铁们，嗯，买一桶送一桶。啊，然后呢，用那个1:200的比例去稀释了就好了，兄弟们啊，用1:200的比例去稀释完之后呢，老铁们放在喷壶里头，你是喷也好，兄弟们啊，还是擦地呀、啊、都可以，老铁们啊，
专门是给家里头除臭的啊，兄弟们，它属于除臭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！你瞅瞅，兄弟们，咱家那迪特除臭剂它属于除臭的，兄弟们啊。19.9块，来呀，快活呀，反正有繁华时光。3瓶。行了，兄弟们啊，咱们今晚直播就到这儿了，兄弟们，嗯，咱家今晚直播就到这儿了，我该去遛狗了，一点了，主播换人了吗？没换人，兄弟们，一点了。一点了，兄弟们啊，嗯。过来来，还喂狗呢。哎，他们吃饭得吃一会儿，出去他们不喊啊，现在半夜了不叫唤吗？一个一个遛不叫唤啊。但是小迷糊的话得给他把嘴拴上呢，兄弟们，小迷糊得把嘴拴上。好了，兄弟们啊，拜拜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兄弟们，拜拜啊。拜拜啊，兄弟们啊。对，你带唐老鸭才行啊，明天见。兄弟们，咱们明天见啊，拜拜。开了狗粮一般几天能到？3天吧，兄弟们，3天就能到啊！拜拜。